首先看第一段，请看。喂，可不可以不要在这里听MP3？喂，音量开的不大，什么？啊？请问端木磊说了什么？这题我觉得很多人会猜到，因为这题很经典，请抢答，请抢答。 因为就算开的再小声，也会唱进我的心里。不对，可不可以不要听 MP3？因为我听不到。不对，来，娜娜，因为音乐里的悲伤我都听到了。不对，来，想起来了，因为你放的不是行走的 CD。不对，哎呀，我来告诉大家正确答案吧。 我看过，我音量开的不大声，但，你吵到我的眼睛了，你吵到我的眼睛了。你在湖中生有暗度陈仓，无想象成孤烟。回答，正确。什么？喂，可不可以不要在这里听MP3？送你份儿去。 我音量开的不大，什么？但这个东西吵到我的眼睛，吵到我的眼睛。啊！什么？张新成！什么？张新成！啊！张新成！什么？我当时也是追剧少年，好吗？哇！我还能记住台词。 吵到我的眼睛了，这是怎么写出来的？本来想着是你很爱演，也差不多接近。其实就是爱演的意思。真的，这答案雷到我的肾了。啊，好厉害呀、啊，这词写的。精彩吧？